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知人188习人之居上取士之难，故虚心而下听，知在下相接之意，故因人以治人。这条出自于卷49副子。习人之居上取士之难啊，习啊就是过去啊，过去的人知道啊，当一个君主领导在上位的人啊，要选取人才的困难啊，这个取才啊，取士就是选取人才。啊、这个很难啊，就是在上位啊，取士之难啊，他的难处，故虚心而下听，所以虚心呢、啊，听取下属的意见啊，听听下面的人呢、啊，他们的建议啊，这个是在上位的人呢、啊，他想要知道。一个人要选拔一个人才，这个不容易啊，所以就必须啊虚心呐、啊、去听取下面的人呢、啊、他们的反应、他们的意见。知在下相接之意，领导人上位的人呢、啊，知道身处下位的人、下面的人呢、啊，与一般人往来容易，那比较能够了解。啊，因为呢，我接触过，啊，所以下面的人呢、啊，他们比较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啊一些实际情况，故因人以治人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凭借啊这些下面的人呐、啊，来招致人才，他们来推荐人才，啊，这个是。188啊，知人啊，这一条也是很重要。好，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